Hello Watson，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 陈海琳。对于女性节日，我觉得很多人认定了是想强化女性，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意思，是想令到大家见到女性的自信美和能力。对我来说，自信美是除了可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还可以兼顾到家庭，两者找到平衡。因为只要你做到这件事，更加就会有自信可以挑战自己做一些从未试过的事。那我想跟各位女士们讲的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抱着一个 positive 的心态去爱惜自己拥有的东西。因为其实做女仔一件很开心啦、很好玩的一件事，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啦，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新尝试。而且 Watson 氏呢，就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合适我的产品，照顾自己和家人，令我们可以活得更美。无论什么角色都好，只要大家抱着这个心态呢，就有自信可以欣赏自己了。我对自己的期望是希望在不同范畴有新的突破。咁喺呢两三年嘅时候咧，自己都系开始尝试 content creator 呢个工作。咁希望咧喺今年有机会做下 director， 做下监制。最紧要咧就系希望可以发掘一啲新颖嘅 content 俾到大家。而喺家庭方面咧，希望揾到一啲更好嘅相处模式，可以同小朋友做朋友之余咧，同时间都可以教导到佢哋嘅。换活美 Watsons。